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酷基拉。随着天气逐渐变冷呢，悉尼也终于到了秋天了，也就是说今天终于可以名正言顺的吃一顿火锅了。加上今年正好是牛年，所以今天咱们就来到这家位于伊斯伍德的潮汕牛肉锅。那么话不多说，让我们赶紧去吃吧。这个食饼呢，只涮十分钟就啊，不是这个食饼呢，我们只涮十秒钟就好了。那么首先，让我们先来尝一下这个食饼。一般吃这个潮汕牛肉锅呢，都是喜欢配沙茶酱，但是我个人比较喜欢吃椒丝酱油的。这个食饼特别的嫩，而且呢，一点都不会肥，属于那种如果不喜欢吃肥肉的人应该非常喜欢的类型。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尝一尝这个五花趾。这个也是下锅十秒就熟。我记忆中以前吃这个潮汕牛肉锅，就是五花趾特别好吃，尝一尝啊。这五花趾里面呢有筋，但是它切得特别的薄，所以嚼起来呢也并不会很难嚼，反而特别的筋道，吃起来呢比那个池饼要更有口感一点。所以我感觉如果喜欢吃有嚼劲一点的呢，应该是比较喜欢吃这个五花趾。那么接下来就来尝一尝这个胸口油。这个胸口油呢需要煮五分钟。这么白花花的一块，估计那个有肥肉恐惧症的人肯定受不了。别看它白花花的一块，但是其实吃起来呢并不是肥肉的那种口感，反而更像是吃那个牛腩里面的那个牛筋，有点像涮羊肉里面的那个羊尾，然后每嚼下去一口呢都有那种浓浓的牛油的香味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尝一尝这个博人，希望名人不要来打我。这个博人也是涮十秒，尝尝这个博人啊。这个博人呢也是相对比较有嚼劲的那种，但是它跟那个有筋的还不太一样，它是纤维比较粗的那种。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尝一尝这个吊龙拌。这个吊龙拌呢煮八秒，别的呢都煮十秒，就这个吊龙拌要煮八秒，估计呢特别的嫩。果然这个吊龙拌吃起来特别的嫩，而且呢它比其他几种多了一点油花的感觉，吃起来呢特别的香。我个人目前是最喜欢这个吊龙拌了。那么接下来再来尝一尝我最喜欢的牛舌。这个牛舌也是十秒，又嫩又脆又香，果然这个牛舌永远都是我的最爱。而且它这个牛舌特别有良心的地方，就是都用的这个雪花的部分。我感觉我最喜欢吃的呢就是这个吊龙拌还有这个胸口油了。牛舌呢也非常的好吃，但是呢毕竟牛舌怎么做都好吃，所以呢它突破自己也是比较难的。最近呢天气比较冷，又加上一直在下雨，这么吃上一顿潮汕牛肉锅真的是太过瘾。最后这个牛肉吃完呢还可以再来一点河粉，配着这个牛肉汤，冬天吃起来呢也是非常的舒服。这个河粉不需要煮太久，只要稍微把它煮散了就可以了。最后我们再来一点这个飘零汤，然后呢再来一点我们这个椒丝酱油。每次吃火锅呢最幸福的就是最后这碗粉或者面了。总结一下，天气冷的时候吃这么一顿火锅呢真的是又过瘾又驱寒。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差不多也就结束了，喜欢的话记得点个订阅哦，不过不订阅也没关系，我们有缘再见，拜拜。